用过才知道啊。哇，我们场上异常的激烈。我本来和吴磊一起在穿袜子，我们俩互相穿袜子，结果上了他，就是肌肉，就是那个发达那个，他一直全程都在保护我们。对，我们这边大 A 没有我们，那你们上去吧。那来，不要那么客气，你去。那好，现在看到这一件呢，尽情的往他身上喷就好了。来吧。3、2、1，开喷！日久就是会生情嘛，日久就是会生情嘛。哦。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。好奇怪哦，怎么牵起来？哎，可是人家愿意跟你一对吗？你看我都甩不开，甩不开他，甩不开他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对，其实也很勉强的愿意了嘛。没有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那接下来问一下谭松韵，希望跟谁一对呢？哦，我本来想跟依琳姐一对的。你要跟我一对吗？但是他找一个男生，跟我一对吗？我本来想跟吴磊一对的。好乱，好抢手啊！那我跟你一对好了。打的时候呢，这边两队都非常认真的攻击我们啊！但刚才他们两个在被打的时候呢，那边两队在秀恩爱。这一轮获胜的队伍显而易见就是刘昊然和谭松韵这一组，恭喜你们！当然神仙，哎，大家在这睡觉吧。这里好有爱啊，好有爱啊！星星，你看，没问题的，对，右脚，拜到极限了，哦，你不是说你可以的吗？对，我真的可以，不就是我。哇，好厉害，哇，深藏不露啊，开玩笑，海贼王牌绝对是我参加过最腹黑的节目。从刚开始休息的时候就派一个扫地阿姨过来整我们，然后中间的游戏环节那个各种丧心病狂，反正录完之后呢，我和吴磊我俩是准备报警了。范俊来了，别在这儿你摔了啥的，你还是要稳住啊。吴磊腿太长无地割放，你们行进的时候就别嘚瑟了，让我们共同来关注，请听好这三个颜色。好，旋风少女的男人们抱在了一起，请听好这三个颜色。好，大家偷跑的那四条腿都给我收回去。紫蓝开始。这个时候才感觉到痛。好，而这个时候当浩然已经完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那边还不明就里的在剩下的这几个垫子当中抢夺啊，非常好，现在他们都很娘的坐在了我们的垫子上。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请看这道题目，视频题，请看。看过吗？请听，郑伊健饰演的陈浩南，他的刘海是偏左分还是偏右分？偏左。偏右。回答一个正确的。对。90后这么会玩？90后真的会玩。玩狮子年会玩这么久。偏左，回答正确。九零积分。
这个时候我们来访问一下翔哥，这是一场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比赛，请问你如何评价？我太低估吴磊了，吴磊跑的时候把我们两个给拉倒在这儿了，所以我觉得这次输在了体力上，因为年轻嘛。好，这个时候我来问一下，远一点，不然没法抱，转的时候没法抱。好，抱一下，对，也卡住一个身位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这个来，对，好来吧，灭了他们。哎，若云，往死里薅。陈翔，你就做一件事，你就报警。对，你就报警，然后你最后要理谁的帽子多。你们两个多听听他们那个怎么玩。然后我就这样就好了，来。准备好比赛了，第一轮九零队派出了吴磊、刘昊然，八零队派出了陈翔、张若昀，同为队伍里最年轻的力量，究竟哪队可以拿下第一轮的胜利呢？等一下，我们有一些问题，不要问他，别问他，你不行，你完蛋了，千万不要问他，相信我，像我们要投了四个月，我相信。